节平安。平安。让我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名配受荣耀和赞美。你是恒久忍耐也有恩慈的主，你就是爱。你呢，为了我们受咒诅，因苦悲，你让我们享恩典得祝福。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恩你的舍己大爱，我们要俯伏敬拜你，我们的眼目要单单的仰望你，凡有口的都要来称颂你的名，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唱《爱的真谛》。
大家仍然站立，我们低头闭目，一同祷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永远爱我们的阿爸圣父，感谢赞美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天天陪伴带领我们的圣灵宝贵恩师三位一体的真神。主啊，今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用你的大爱把我们吸引到你的神宝座面前，让我们一同在这里敬拜你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的圣灵是配受称颂的，主啊，全地都来向你称颂，向你敬拜，天使天君向你敬拜，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匍匐在你的面前向你敬拜赞美。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让我们守洁心清的来敬拜你。主，求你也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把我们心里面一切不讨你喜悦的，求你都给我们挪去。主啊，使我们的心单单为你而预备。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掌王权。主啊，你的圣名是应当称颂的，让我们在这里高举你的圣名，让我们在这里主啊单一的来仰望你敬拜你。主啊，我们也把万普天之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都交托在你的恩手里面。主啊，教会是你所的宝血所买来的，主啊，我们相信主你爱你的教会，为你的教会舍命，主，我们也愿意爱你。主啊，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爱主更深。主啊，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把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交托在你的里面，求主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主啊，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得到更新，得到改变，让我们在世上活着为荣耀你的名，让我们在世上活着是为彰显你的圣灵。主，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啊，主啊，使我们的教会能够往在你的面前蒙恩。主，让我们经历你是耶和华拉法。主啊，感谢你，我们把在家里的弟兄姐妹身体有软弱的，主啊，都一一的带到我的面前。神啊，求你的恩手来一一的医治他们，来安慰他们。主啊，愿你大大的赐福每一个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能把为你说话的仆人完全交托仰望。主啊，求你用你的大能来托住他，使他说出的每句话语都带着属天的能力和权柄。主，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用以下的时间同在，我们如此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我们一同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我们读启应文箴言书27章23到27节。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我是在爱的众多中观念起源传道的奶奶。甘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菜熟也被收敛。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山羊是为了田地的降价。大家一起来。并有五山羊奶豆油吃，也有你的大姐吃，切够羊的米。
三个弟兄姐妹，我们一下读圣经，是诗记十七章和十八章，小了一些。大家一起来读十七章第一节，内起以法莲上帝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一千一百舍勒的女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受苦，并且告诉我，看啊，这女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的。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一千一百舍勒的女子从怀里拿去。他母亲说，我吩咐这女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儿要跪一个下，就成一个下，现在我把血交给你。米迦将贞子还给他母亲，他母亲将二百个舍勒女子交给人家，要跪一个下，就成一个下，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个室堂，又制造一个德，在家中席上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也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舍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与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他们从那里往法莲山地去，来到米迦的住宅。从前会在万万巴利城的五个人对他们的弟兄说，这宅子里有一个德，在家中的形象并雕刻的地上并铸成的形象，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在形象当中雕刻，但你们就会自己设立那雕刻的石板。摩西的孙子和出埃及的子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坐在那山上的石板，直到那里遭逾越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的像，也在那多少日子。好，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是余传道为我们分享神的话，他的讲道是带着偶像悲谦的淡姿态。好，有请。好，请起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聚集我们回到我们的殿中，也让弟兄姐妹一同来到你面前献上敬拜。感谢你帮助你的众儿女刚强壮胆，胜过环境所带来的惧怕，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主。愿你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不要怕，只要信。也求你看顾保守我们当中软弱的肢体，用你医治的大能，用你永不改变的慈爱和怜悯，把他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主啊，愿你亲自向我们说话，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无论是祝福还是管教的言语，我们都看为宝贵。请你带领今天的所有这几场聚会，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下面纪念主耶稣在地上教导他的门徒，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一切的失败，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大家请坐。弟兄姐妹平安。平安。经过这两个礼拜的线上聚会了，我们重新又回到了神的家中。那么，我们的信息也重新回到旧约系列，继续来查考士师记。士师记的时代有一个特点，跟今天很像，就是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不光体现在行为上，更体现在信仰上面。看一个基督徒的信仰是否真实，不是看他口里有没有称呼神的名，也不是看他给了多少奉献，而是看他对待罪的态度。这一点非常关键，直接关乎到一个人救恩的果效。我们今天要查考的是两个故事穿插在一起。同一个故事很简单，讲到说在以法莲的地区有一个人叫弥迦，刚才我们读过，他偷了母亲的一笔银子，然后听见他母亲的咒诅，心里惧怕，于是将银子如数归还。请注意啊，他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害怕这个咒诅临到他自己。哎，不过他母亲很高兴，他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还答应将这笔钱奉献给神。你看，本来是咒诅，可一拿到钱就变成了祝福。请问这是真正教育孩子和解决问题的态度吗？另外，这个母亲也不诚实，说好把钱献给神，结果只拿出一少部分的银子。为神这个，他怎么献给耶和华呢？听了会让你大跌眼镜，就是要为神制造偶像摆在家。圣经说，雕刻一个像，铸造一个像。原来他们就是在效仿当时的迦南文化，把多神崇拜。那从此这个家就成了拜偶像的地方，周围的邻舍都会过来寻求神的旨意。然后米迦又安排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别忘了祭司必须是由立位人亚伦的后代才能做的，所以你看这是不是很荒唐？我们说这个家庭表面上很敬虔，可是违背了神的律法。儿子偷盗，母亲对神没有信用说谎，还有雕刻偶像，这个随意设立祭司，你会发现一个特点，他们所做的全都是围绕神来获取利益。儿子想免除债务，母亲得到了银子，随后呢又把家里改造成神庙，吸引其他人过来敬拜，这一切都是利用神的名为自己捞取好处。米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谁像耶和华，这也是他人生的目标。他一直都在寻找一个偶像最像神，同时他也把自己的家打造成最像神的居所。其实他就是在设立一个自己心中的偶像。这也是许多人甚至名义上那些信主的人正在做的事。所以我们必须要省察自己的信仰。OK， 这个故事还在继续。有一天呢，从南方的犹大支派伯利恒来的一个利未人，刚好走到米迦这里。圣经说他离开犹大要寻找一个可居住的地方。各位看出什么问题没有？利未人居然没有地方住。还记得口诀怎么说的？利未支派全走遍。当初约书亚分地的时候，从各支派当中都给利未人划分了城邑供他们居住，而且还都是上好的地方。那这还不算啊，
立位人的生活来源是什么？就是众百姓所得的十分之一，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为生活奔波，只要专心服侍神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立位人感觉好像逃难一样，说明他的生活出了问题，失去了保障。那么当他来到米迦这里，看到了家中的偶像，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或者说他应该如何反应？别忘了，立位人担负着教导律法、带领百姓归向神这样的职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神职人员。可是这个立位人完全视而不见，他不在乎自己的身份和责任，对米迦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责备。然后米迦对他说：“我负责你的生活饮食，还给你一份工钱，请你留下来做我家的祭司。”哎，他居然也答应了。我们知道立位人是专门服侍神的，可这个人却甘愿来到一个偶像崇拜的地方，为了糊口饭吃。你说这样的事情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在今天更普遍。很多有神学院背景的人啊，他们都走上了这条路，只要条件好，在哪里服侍都可以。信仰不是最主要的，这个生活稳定、衣食无忧才是最主要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侍奉偶像的心态，各取所需，把宗教当成一种职业，把利益摆在第一位，完全忽略了信仰和责任，忽略了神给他的使命，就导致了任意而行，不顺服神。那么当两个任意而行的人在一起时，就会产生更大的混乱和败坏。米迦和这个立位人合作，建造了一个虚假的敬拜场所。刚才我们说过，米迦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他在到处寻找一个能够帮助自己的神，然后称这位神叫耶和华。你看他做了什么啊？家里变成了神堂，有以弗德，又请来了祭司，哎，看起来很像教会，但不是真的教会，因为里面全是假的。带来的果效就是更多人的堕落，远离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像神不等于属神。口里称颂耶和华的名，不见得你所服侍的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因为你的生活就是信仰的最好见证。所以通过刚才这个故事可以看出，这个家庭无论在信仰还是宗教上都走向了全面的败坏。表面看起来他们大发热心，实际上是用一种迷信的方式来取代了对神的真正敬拜。名义上他们在服侍神，其实早已经破坏了神的诫命，这样做的后果很严重。可是在他们看来，这样做可以蒙福。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给我，因为我有一个立位人做祭司。同样那个立位人也没有按照神的律法行事，因为按照律法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做祭司，可他为了钱财和地位选择做这一家人的私人祭司，后来呢又为了更好的条件去担任一个支派的祭司。这也反映了当时以色列在宗教上的败坏。那么这个立位人，你读到后面会发现他应该就是摩西的孙子约拿丹，而这个身份很特别，可以告诉我们当时的年代背景。从摩西的时候算起，才过了几代人呢？三代而已，短短的时间就堕落成这样。还记得摩西亲自带领的那批百姓都是规规矩矩的，其余悖逆的都倒在了旷野。而摩西的下一代就是约书亚、加勒这批人，他们带领以色列南征北战，打下了迦南地，当时的属灵情况也算还可以。可是到了第三代士师记的时代，百姓就开始任意而行。从这个立位人的身上就能看到，连那些教导律法的人都败坏，普通民众又如何呢？
连为主做工的人都堕落，那一般人又怎么不堕落呢？这里我们需要发出疑问，是不是说百姓没有机会领受神的律法才会变成今天这样？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初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迦南之后，是在什么地方宣布神的律法？是在两座距离很近的山上，一座叫基利心山，六个支派的百姓在上面宣告神的祝福；还有一座叫以巴路山，另一半的百姓在山上宣告神的咒诅。你知道吗？这两座山都在以法莲的境内，而且神的约柜就存放在当时的敬拜中心示罗，示罗也在以法莲的境内。这就等于说他们在不远处设立了偶像，是不是很讽刺？所以我们就明白一件事，以色列人的堕落不是因为没有神的话，而在于不愿意持守神的话。当一个人离开自己在神面前应该守的份，那就是堕落的开始。今天也是一样，凡是不顺服神旨意的人，都愿意做那些世界上看为好的、被这个时代所推崇的事情，这就叫做随波逐流。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想知道什么是真正当做的事，就必须寻求神和他的真道。米迦的这种现象只不过是整个以色列属灵情况的一个缩影，他的背后有堕落的神职人员，还有许许多多任意而行的百姓，所以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圣经里说过，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这里的异象不是奇异的景象，而是信仰的正确方向。所以这个故事给今天的基督徒也敲响了警钟，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反思自己究竟是信徒还是教徒，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凭着单纯的信心，还是仅仅停留在宗教仪式上面？所以千万不要做一个在信仰上无所谓的基督徒，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的信仰是否纯正，决定了我们将来能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件事上，愿我们都能常常被提醒。好，现在来看第二个故事。如果说一个人任意而行会怎么样，我们之前分享的参孙就是这样的例子。那么说一群人任意而行会怎么样，我们来看看参孙所在的这个支派，也就是但支派所发生的故事。但支派是唯一一个给自己寻找地方居住的支派，很奇怪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当地的仇敌过于强大，所以他们越过神量给的地界，另找地方去居住。所以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把环境看得比神的应许还重要，因此也就放弃了征战，放弃了经历神的大好机会。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派出了五个探子向北走，经过了以法莲山地，恰好来到米迦这里住宿，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米迦，也看见了他们家里的这个偶像跟祭司，也是之前提到的那个预备人。然后但支派的探子又问这个祭司说，我们去北边这条路顺不顺利，请他帮忙来寻求神的旨意。你看到人就是这样，明明走的就是不合神心意的道路，还问顺不顺利。结果这个祭司想都不想，他专挑好听的说，他说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那对方听了很高兴，就去了，一路向北走到一个叫拉利的地方，一看果然很好，可是问题在于那里不是神应许他们要得到的地，那里的民也不是神吩咐要除掉的民。这里就看到一方面但支派的人离开了神的旨意，偏行己路；
另一方面呢，这个假祭司更是用人的意思代替了神的旨意。其实神并没有借着他说话，他是在妄称神的名，在自欺欺人。所以这双方都是任意而行的人，那结果怎么样呢？后面发生的事啊，我们在约书亚记里分享过。但支派的人越过了神的这个安排，为自己寻找好处。他们看见拉巴义那个地方的人安居乐业，无忧无虑，然后就去那里杀人放火，把拉义改名改成为但。这就是典型的欺软怕硬。你说他们的这种底气是从哪里来的？就是通过拜偶像得到了假的应许。偶像可以带来虚假的安全感，拜偶像的人呢所得到的也是一种虚假的平安。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基督徒在世上行走神的道往往不太顺利，可是你任意而行反倒经常会有收获。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世界带来的诱惑，给你许多现实的好处，但是对你永恒的结局它不负责。我们看看但支派的下场就明白了。这张地图呢，就是但支派的产业前后对比。本来神量给他们的土地在南边有十几座城，可是他们却选择了带着偶像北迁，只认准了一座城。当后来亚述帝国从北边侵略过来的时候，但支派是最早被攻下来的。如果你读到启示录，在这个144,000受印记的人当中没有提到但支派，因为他们没有得胜，选择了逃避责任，而且设立偶像。那后来呢，甚至影响整个以色列国都陷入了拜偶像的风气当中，我们说后果非常的严重。那么但支派的偶像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他们在北迁的这个途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因为之前那几个探子去过以家的住处，见过他家里的偶像和这一系列的摆设，而且还相信那个祭司说的话很灵，于是就告诉了大部队，建议把这些全都带走。但支派的人一看果然如此，于是就拿着兵器把这个神像跟祭司一起抢过来。当时那个祭司就问，你们要干什么？但支派的人说，别出声，跟我们走吧。你是给一家人做祭司好呢，还是给以色列一个支派做祭司好呢？这个利未人一听，那还用说，结果带着以弗德和神像就跟他们走了。不过呢，这么大的动静当然惊动了米迦，他就赶忙召集了许多邻居来阻拦这些人抢走他家的神像。你看很有意思啊，为了一个假神，双方争得不可开交。米迦就质问这些人，为什么抢走我家的神像？可是对方很凶啊，说抢就抢了，你们要是再纠缠不休，当心自己的性命。米迦和他的邻居们一看啊，对方有600人，而且还带着兵器，自己根本打不过他们，那就只好作罢，让他们带着神像走了。所以你看这里是不是很讽刺？米迦造了一个偶像来拜，可是这个偶像不但不能保护他的敬拜者，连他自身都难保，被人家抢走了。这就像诗篇135篇所说的，这个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就是死的意思。然后诗人说道，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这就是倚靠他之人的结局。你看表面上他们所争的是神的同在和神的祝福，实际上都是为了天主里面的虚空。这就是以赛亚书44:9所说的，这个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
那你会问啊，你说这个时候你家怎么不去追啊？别人抢走了你的神，你就算拼了命要抢回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家把性命看得比信仰更宝贵，遇到危险就把信仰轻易放弃了。所以你看出你家跟那些拜偶像的人一样，他们所谓的敬虔都是假的。再来看看这个利未人，就是摩西的孙子约拿丹，他为什么愿意给但支派当祭司？请问他是为了信仰去的吗？还是为了更高的待遇和地位？这个一目了然。还有对方选中他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看中他的出身背景，在以色列人中间谁能比摩西更大？所以靠着这个名气就能带来更多的影响力，吸引更多人前来敬拜。所以你看，无论是米迦、利未人还是但支派，表面上都以敬虔为由，其实都是各取所需，这就产生了一个任意而行的信仰。而那么我们要问啊，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有拜偶像的情况出现？其实呢，要回到创世纪当中，神在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敬拜或者说崇拜的这个需求放在人的里面。有位传道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人这一生一定要找一个依靠的对象，不是神就是偶像。你仔细想想看，是不是这么回事？你说还有那些无神论怎么算？其实他们也有依靠的东西，像是科学、理性，还有唯物主义这些等等。所以我们都喜欢找一个比自己大的这样一个对象来依靠、敬拜，这样才觉得人生这个生活有意义。但是问题在于人的里面有罪，我们只想得到依靠和帮助，不希望这位神来掌控我的生命。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我用你的时候你来帮我，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那至于我的生活、我的行事为人，这些你不要干涉。看到没有，人一方面有敬拜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想掌控这个敬拜的对象，所以就发明出来一个方法，那就是凭自己的想象来塑造一位神，他能带给我各样的需求和满足，而同时还听我的话。你看今天世界各地各族的人拜偶像背后其实都有这种心态。可是你会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都是以色列人，都是神的百姓了，怎么会这样呢？没错，他们确实相信神，但是已经离开了神的话语、神的律例典章，他们去随从世界的风俗来敬拜神。虽然这里并没有出现像是巴利、亚瑟拉、摩洛这些迦南偶像的名字，那是因为他们把各种偶像也称作耶和华，用拜偶像的方法来侍奉这位独一的真神。各位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这里分享过人类文化对信仰的冲击吗？你知道教会发展这2000年来，基督的信仰始终不断地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和掺杂，这就是用人的理性混乱了神的真理。我们知道人类的文化科技会不断地更新改变，但是起初的真理是不变的，需要持守。为什么摩西跟约书亚都再三地强调要持守神的律法，不可效仿迦南当地的风俗？因为异教的偶像文化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宗教混杂。那么用这个现代神学上的话来说，米迦、利未人和但支派都属于宗教混合主义者，他们既相信耶和华又相信偶像，信仰上的混乱呢就会产生道德上的败坏，这就是当时以色列的情况，也是今天这个时代的缩影。那么但支派北迁这件事情严重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士师记的18章31节
请。神的愿在世上多少日子，但尔人为自己设立以加所雕刻的像，也在大上多少日子。刚才我们说过，示罗就是当时约柜所在的地方，也是唯一的敬拜中心。但支派这样的做法呢，就是跟神唱对台戏，这个公然把偶像摆在和神同等的地位，这样做就会造成很多人争相效仿，为自己设立偶像，那么随意选择敬拜的地方。还记得在这个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神很明确地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只能在立我为名的地方来敬拜来献祭，这就是唯一的敬拜中心。那么现在又冒出来一个，究竟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或许当时的人知道 OK， 但是过了几代，过了十几代之后呢？还记得在新约那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跟主耶稣的对话吗？他说，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却说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你看，造成的影响就是信仰上的分裂和对抗，而且还是持久性的。 OK， 这里我讲一个小小的见证吧。在前几年我也曾经被人邀请过去做他家的传道人，当时是这么说的，要我带领他家里的一群年轻人在他们当中做领袖，把我们捧得很高。说实话，我心里边有一点这个沾沾自喜，但是回到家里就感觉非常不平安。那后来了解情况才知道，那里的人只参加这一个家庭团契，从来不参加我们主日崇拜的这种场所，一同来敬拜神。你说这样的现象正常吗？我们这里不是没有教会，你知道遍地都有聚会的这种敬拜场所、敬拜中心，不是没有得到会养的机会。那么为什么非要重新成立一个聚会的地方，要拉出一批人来？这里一定有人为的原因，有一些个人的目的和动机在里头。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邀请你啊，从教会里面分出去，参加他们这个所谓更属灵的群体，甚至还答应给你什么好处和地位，那你可要非常小心了。你可以用士师记的这段故事警告他们，不要把基督的身体分开，更不要去侍奉那些看不见的偶像，免得落在神的愤怒和咒诅当中。现在很多人觉得在美国注册一个教会并不难，所以他们就把那些正统信仰的那一套给 copy 一份，然后跑到外面去这个另立门户。这就是当今的米迦和但支派的例子，把宗教当成一种职业甚至商业行为，给自己来谋利。不过有一点，许多内在的东西他们是模仿不来的，比如真正的信心和敬虔，比如跟神之间的亲密交通，还有从上头来的平安，这些是绝对靠不来的。所以在当今这个混乱的时代，我们必须脱离假的侍奉，恢复真实的敬拜。为什么说虚假的侍奉会招致神的咒诅？因为这是神亲口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27:15，请。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海岸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OK， 什么样的咒诅呢？就是不再被神纪念。我们再来读《纳鸿书》的1:14，请。你迷下的人必不留活，我必从你身的当中族除灭你的雕刻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使你归于坟墓。这是很严重的警告。虽然经过了几千年，但是在信仰上掺杂的这种现象依然存在。比如在教会在神学院里，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给世界上各种的智慧来做代言人，甚至还要取代传统的敬拜方式，因为后现代讲究自由崇拜。
人们用自己感觉好的方式来服侍这位神。那么在社会上也是一样，强调感觉，我认为什么是道德的，什么就是道德的。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离婚、堕胎、同性恋、LGBTQ 合法化等等等等。那么有的组织甚至啊，还会请来一些著名的牧师替他们站台说话。这就是现代人的任意而行，不是只有史记才有那种光景，一直到今天你还能看见这样的现象。但是我们说神的话命立就立，若不悔改，这两处经文就是他们的结局。所以真正的敬拜必须要舍己，不能给自己安排任何的好处，这就是拜偶像和信主的最大区别。 OK， 今天所分享的这两个故事呢，对你对我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警醒，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活成了米迦还有但支派这样的就这种样式，名义上是基督徒，其实呢是在往拜偶像的路上奔跑。名义上我们都在敬拜神，那究竟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呢，还是带着私心和己意来敬拜？我们有没有管好自己的心？有没有越过所当守的分？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就要时刻来查验自己的心思、意念和行为。我们学一学大卫的榜样，他在诗篇十九篇当中向神发出一个祷告，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这里边提到的任意妄为，就等于士师记中的任意而行。大卫是怎样对付的？求神拦阻，不光拦阻他犯罪的行为，也更要在心思和意念上不受到其他思想的辖制和引诱，时刻保持自己心思纯正来向着神。那么你说大卫怎么会有这样的境界？那因为他真正认识并且经历了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你发现他看重的不光是神的同在和祝福，他还看重神的警告和管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这样心智的人，他的信仰是不会扭曲的。这是我们今天学到的功课。那么最后呢，我以这个著名的基督教呼叫学家 C.S. Lewis 的一句话作为结束。他的原话是这样讲的，我请一个英文好的人替我念啊。声音大声的朗读。May it be the real I who speaks, may it be the real Tao that I speak to. OK， 前面的这句话很好理解，但愿向神祷告的是真实的我，意思就是我愿意真诚没有虚假的来到神面前求告。哎，可是后面这句就不太容易明白了，愿我祷告的对象是真实的你，听起来有点奇怪啊。难道说我们祷告不就是向这位真正的上帝祷告吗？我要郑重地告诉你，不一定。许多基督徒所祷告的对象是他猜想出来的一位神，他们带着自己所信仰的神在世界上面这个风生水起，然后说看哪，神与我同在。可是最终的结局如何，他们未必知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这位上帝，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这样你才可以把自己完全的托付给他，把你所领受的应许，包括永远的生命、天上的产业，这一切全都交托在他的手中。因为他是信实可靠的这一位，他的话语从不落空，他的信实和慈爱永不改变。不信主的人可能会问，这一切我在今生就能经历得到吗？答案是完全可以。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
在信主以前是拜过偶像，但是当他们真正认识了这位救主，尝到了他的美善，尝到了天恩的滋味，他们就会抓住这位独一的真神，永远不离开。同样，假如你经历过神在你生命中真实的带领，你就一定不会为了世上的好处和个人的地位来放弃你的信仰。所以盼望我们在当今混乱的时代都能够紧紧地抓住这位神，持守那起初就有的道，然后用我们在地上的一切光阴来认识他，来服侍他，成为他在末世荣耀的见证，也预备好迎接他的再来。求主帮助并且坚固我们的心。阿门。阿门。好，下面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知所信的是谁，请起立，我们一同来唱。Thank you.
始我们如果我们自己看的话，看圣经的话，我们不能够从里面看出那么多的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还是说，大家要积极的聚会来到神面前，我们一个是敬拜神，一个是来领受神的话语，神的主人把这些圣经上的话为我们揉碎了掰开，然后让我们大家分享，真的很好。所以说，让我们也警戒自己，不要像这个米迦这个但之派，米迦的这样的作为，那也是他认为是自己是在真实的敬拜神，但实际他所做的是在这个虚假的敬拜，是为自己雕刻偶像拜偶像。让我们用今天的信息也来警戒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所作所为。好，感谢神。下次奉献的时间，请这个实现的。吃饱的影响，感谢你每天对我们永不止境的供应。我们众弟兄姐妹献上一点我们感恩的标记，主啊，求你悦纳，求你使用，主啊，也求你祝福我们所有人在接下来的进出的平安，主啊，也让我们每个人每天能时常的与你交通，时常的与你祷告。感谢赞美你，荣耀归给你。我们的祷告是蒙恩的罪人奉主得胜的名求的，阿们。阿们。大家在周报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关于受难节的两个信息。第一个呢，就是在4月1号中午12点到12点半，就是在线上，我们要为受难节那天的聚会祷告。那那电话号码在哪里？密码也在哪里？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4月2号晚上的7点半，
我们可以在网上就按照那个地那个网址，或者直接到了 YouTube 那边 CCHC 的网址那边，我们可以参加受难节的崇拜。那我们真光教会的诗班也有参与，所以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到时候也可以看看我们如何同心合意的在那里敬拜我们的神。那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以信心接受从上帝而来的祝福。现在我请陈牧师来。美好的信息，再一次的认识我们要除去心中一切不讨你喜悦的偶像，所谓的这些偶像是有形的或是无形的，主啊，在你眼中就是看为是不圣洁的和看为是罪恶，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每一个信徒真的是存着一个对你敬畏的心，遵守你话语的心，除去我们心中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事情、心思意念，主啊，求你圣灵再一次的洁净、洁净、再洁净。谢谢你，真的，真光教会能够真的是成为社区的一个祝福。求你借着这个教会，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就是在疫情当中，我们还是坚持继续的传扬。把更多的人带到你那边去，感谢赞美你，看到主你怎么样的施恩怜悯洁净这地，是吧，求你医治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一切的疾病，也求主洁净这个社区，让这个社区有一个柔软的心，能够听得进你的话语。也真的是在这个疫情当中看到人的无能，人的软弱，如果不是主你自己的保守，你的怜悯，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可以站立得住。主啊，请你保守，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天过得敬虔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上帝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常常的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